去哪儿？对着镜头。哇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unny， 我是 Linya， 我是 Dora。看到我们脸上这个鬼样呢，就是我们在上一个视频想要模仿101女团里面的三位 C 位而化的妆。我要举报，他们俩刚刚修过妆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对于那个部分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点到前面一个视频去看喽。小心我放穿子咬你！有一天你们脱这个大泥团，这么大抢不到的人才能用，抢不到的人就活该。我操！没有人要拿吗？那我先拿吧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想要去学习《创造101》里面的主题曲，这个也是一个挑战，我们要争抢 C 位。那我们稍微让Linya来介绍一下游戏规则。这次呢，我们会抽签决定大家可以看几遍舞蹈，然后从而学习。我们会分两次、四次和八次。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要让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介绍自己的舞龄，以及自己对于这个节目的熟悉程度，以及自己想要达到的期望。我开始吗？我业余舞龄，好吧，业余舞龄18年。对这个节目的关注程度呢，其实我觉得不如你们两个。我在微博上会刷到嘛，刷到呢我就会点开看，所以完整的这个舞蹈我大概看过一两遍吧。王一博看跳的那边我看过，然后我看过一些直拍。我对这个 C 位争抢结果的期待呢，就是 C 位就是我本人，好吗？不要太认真，好吧，开心就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宝妮。我的舞龄大概是两个学校的汇报演出吧。我坚信我会努力，对，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取得好的成绩。我是一个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只分上下的一个人，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会打败我两个，我相信我会翻盘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和跳舞有什么关系？左右左右有关系。左右哦，我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，对着镜头。创造101这个节目呢，我大概看了一遍半，对这个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只有这一段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的所有的背景了。好，王景玉，本人舞龄约等于零，唯一跳过 舞呢还是我唱的。这个主题舞呢，除了看到了王一博的片段以外，其他舞什么都看了，就是没有看各位姑娘们跳的主题舞，非常担忧。我的目标就是不要当最后一个。其实就是我和包子今天当然还是有可能，其实也说不准，万一我抽到两遍了，对不对？也许他踩到自己的脚，倒地了，这个可以算零分了吧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的目标是跳的时候不要绊到自己，降低了目标。因为我觉得包里可能会绊到自己啊。哦，这样，那绊到自己就不要零分了，就是扣一点分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抽奖吧，抽签，抽签，抽奖，抽签，抽签。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身高不是现在的身高，我们所有人都扎着马虎，因为有点出镜。抽，谁先抽？你们先抽，一起吧。Really？ 好的。啊！哇，没事的，我今天早点收工，好吧？没有关系。来，我们抽一下，抽到了啊！你抽几？我抽到是二，我只能看两遍这个视频。抽四，我抽了八遍。祝你能有一个就是愉快的学习经历，好吗？我觉得呢，就是虽然都要抽到两遍，我们俩还是会输，但由于我抽到了四遍，所以我会输的没有那么惨一点。我觉得我会输的很丢脸。就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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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练的呢，你就练到对，就练到第一个副歌结束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还是好长，一分多钟吧。
我还有一遍，等一等，好吧？你知道我觉得我可能需要看40遍，你让我来顺个动作。这边吗？我结束了，再见朋友们，我要做努力 C 位。我没有办法给你努力。我们只要有几个动作对了，我就满意了。在录吗？在。我还不知道在跳吗？我只觉得我在跳，你知道吗？运动操。都好，非常健康，非常红润。好，最后一遍结束了。My new name is John Snow。评委请不要把这个练的次数列入你的评分的标准中，妆容不在里面，个人恩怨也不在里面，请你们以公正、公开、公平的态度来面对这一整个赛事。评委，请给出你们的评分。第一位初赛选手多少同学？8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评委，请抛开你的个人恩怨。6.8分。你选个6.8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评委。好，3号选手，7分。那我们这一周丢脸的 C 位之争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要多多评论，多多关注，多多点赞哦。这样，我们下周见喽。